头漫步自在身，就是讲伊一个翘骨的，伊家己安尼咧行，自由自在安安安安尼，算讲两世啊两世啦，无烦无恼安尼。二头相对化全音，两个稳固的时候撞到的时候，伊就感觉讲，诶、欸，我稳固，你也稳固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咱是不是前世人做啥歹接着吼？咱这世人再变安尼？所以相对在化前，因就咧讲伊经因果是安怎？三头见面嘻嘻笑，三个温故的见面的是嘻嘻笑，哈哈哈！伊也笑讲，原来世上无主，两个人世间上拢转转困搞古的，干哪话呢啊？原来世上无主人，无定，拢搞古的。